六月，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未来电影台推出五部卖座强片，陪您共度热闹周末夜。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化妆镜，满足少女的所有变身愿望。冈田将生、林濑遥，魔镜魔镜变变变。那他头上只有两个英雄，一个圣女，另一个是我的兄弟铁木真。蒙古草原上苍狼的崛起，前野忠信、孙红雷，铁木真开天辟地，史上最夯的机器人，背后却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五十岚七次郎、极高游离子、机器老男孩，隔空缠绵，全面解放，直达限制级的亲密关系。驰骋金雅中，四季时空0204爱你哦！你投资，我们拍，一定行！重口味笑料挑战低俗巅峰，杜汶泽、陈静，低俗喜剧。六月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未来电影台周日电影院。